你会开美颜吗？不会。我帮你开个美颜吗？好了，美颜打开。你好可怕，你是恶魔吗？你把这开完。那你别照到我。美颜都开完了。哇，我的天哪！我走了。嗨。再见。加油。晚上好，姐姐，他们我姐姐，嗯，他们我姐姐，你是说姐姐出去玩了吧？姐姐出去啦。嗨，我的眼睛好小啊。晚上好。他们眼睛是不很小？他眼睛不小啊，挺好的呀。晚上吃吗？晚上吃了什么？谢谢玫瑰花。我没有戴口罩。嗨，晚上吃什么？我搞忘了。他好可爱，他跟我讲他晚上吃什么，他搞忘了，对， Hi. 他忘记了。谢谢玫瑰花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做的好端正。你就随便跟他们聊点什么呀？就聊你今天发生什么，然后在干什么事儿。对呀，第一次直播。怎么区分姐姐妹妹？我这里有一颗痣。拿给痣，拿个特写。谢谢巧克力，谢谢。感觉妹妹直播也认不出来。谢谢巧克力。生日是11月1日，但是我们过的不是11月1日。好像过的是农历还是阴历，然后就反正是10月初8。我是妹妹，我们俩，怎么不在一起？旁边是肖文静前辈，对呀，03年，在宿舍。我看见我姐姐的小号啦！对呀，因为他用小号来看我。谢谢皇冠，戴在我头上。前任呐！另外一边，前辈你快消失！前辈在看我直播。嗨，晚上好。对呀，姐姐也进团了。姐姐叫梁娇，然后是大乔。谢谢大佬。嗨，嗨，露比。我和姐姐一起住啊，我们床都拼在一起的。谢谢姻缘棒。我喜欢哪个前辈啊？我都喜欢。快说喜欢肖文静，快快！我喜欢肖文静前辈，她是我的女神。哎呦天哪，太害羞了。姐姐怎么没出来？姐姐马上就出来。家是成都的。晚上好。嗨。威胁后背十天。我没有，那因为是身体实感的好不好？对呀，四川人，很多前辈在看，真的吗？好的，谢谢，嗨，谢谢，该聊什么呀，前辈？好小，不小啦，马上就15岁了。
感觉对呀、啊，我有点紧张，我第一次直播。哎，傅宇轩怎么跑这边来了？嗨，谢谢，初次见面，晚上好。我有 bug， 我发弹幕你都看不到，算了，不发弹幕了。第一次直播就吃播吗？你就看你自己画的好的。我眉毛很好看，真的吗？我自己画的。直播吃饭吗？有。你听着。对呀，我叫我姐姐起来，稍等一下。前面我给你拿个口罩。啊，你给我拿个口罩。帮我试一下，谢谢。马上我去叫一下我姐姐。姐姐过来，他们都说求求你了，你把他处理，满足你所有的心愿。快点，姐姐，快，姐姐。哒哒。姐姐。好了。你们好，我就是那个小乔。哈哈。姐姐。我就是那个小乔。天秀。你好，天秀。你好呀，天秀。其实我就是那个小乔。我是双胞胎吗？嗯，我不是。掉了，掉了。你怎么证明？你想让我怎么证明？你想让我怎么证明？四胞胎，我们现在是四胞胎了。大乔他马上就回来了，他马上就来了。晚上好，他去吃饭了，对呀、啊，他去加餐了。我是小乔，我们房间住两个人。隔壁阿姨，门秀天阿姨，谁高啊？刚才那个怪姐姐，是你前辈是谁？你前辈，哼！我要吃啊，我都吃过了，我们好好认。对呀、啊，我就这颗痣，而且我们长得很不像，就你们以后慢慢发现的。谁呀、啊？你是谁？前辈。你不打吃鸡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和姐姐一起住。吃鸡你都不叫我。对，有痣的是妹妹。前辈在，有三个前辈。你看你一走，我就死掉了。徐佳音前辈来了。小乔高吗？对呀、啊，我比大乔高一点儿。对，我是梁乔。谢谢姻缘棒。啊，我好生气。都是痴汉。本来给第二的。谢谢。你好。谢谢。对呀、啊，大乔他马上就过来。谢谢姻缘棒。我写的那个长文图，哪个长文图啊？长图文。哦，长图文。什么东西？在哪儿啊？刚刚戴眼镜的，戴眼镜的是肖文静前辈。好笑。在你超话好的，身高，我身高在我的个人资料里面有。好官方，对，我也觉得好烦啊！你好像在面试啊？真的吗？我的就那个戴口罩的，对呀、啊，房间好多人，对呀、啊，很热闹，对、啊，很。有什么感想？我也很喜欢前辈。我姐姐叫梁娇。梁。好的，不紧张。我也喜欢吴雨霏前辈，不看痣都认不出我们吗？其实你们以后看久了就会发现我们很多不一样。我真的没发现。谢谢巧克力。我跟你们待这么久，我还是分不清你们谁。我就觉得你比姐姐高。好。谢谢巧克力。晚上好。
这个是假的。哈哈，哪有个假的呀？我怎么没看见？骗你的。哦，嗨，喜欢什么颜色的应援色啊？我喜欢粉红色。我马上就要41岁了。今天和姐姐穿一样的衣服啊，好啊。我马上过完春节了。我现在14岁，马上就快15岁了。姐妹性格谁文静一点吗？我文静。其实。像我镜子文静的了。其实我姐姐比我文静，但是有些时候她还比我活泼。活泼。小飞，你在干嘛？ Hi. 小飞，嗨。头像是，但是没有对比。对呀、啊， okay. 就是这里，这里有颗痣。又来一个科学。其实很明显，因为这个痣不是小痣。谢谢玫瑰花，谢谢，看看你呀，谢谢，你也很可爱，谢谢。我没有近视，我是成都人，四川的，长得差不多。对呀、啊，我们两个就是别人说我们很像，对自己的房间。我比姐姐高一点。进来就听到我魔性的笑声。握手会，我们明天不参加握手会。我实名制度了，我发不了弹幕。为什么？弹幕你们都看不见。嗯、哦 ，bug 啊！我有时候一样，你退出去。谢谢姻缘棒。很多年了。谢谢。没有，我们7月份回去上学了，然后呢就要排一个节目，然后我们毕业汇报完以后就回来了。嗯，声音，我感觉我和姐姐就是声音有点不太像，因为我声音好像比较粗一点。谢谢巧克力。嗯，和姐姐感情好不好？就是我们要吵架。就是中专毕业，不是初中。不，我们已经毕业了，不回去。封面的左边是我，喜欢什么发型？喜欢漂亮点的，不要显得很头很大，然后脸很大的那种。你头又不大。谢谢，和姐姐要打架呀？有心灵感应啊！哇，谢谢。怎么区别？就是我这里有颗痣。和姐姐谁打架比较厉害？都挺厉害的，就是谁气的就比较深嘛，而就谁更气谁就比较打的厉害点。土啊！我们中专毕业了。XGY 是什么呀？徐佳莹前面在旁边。是个是谁？小小鸭。和姐姐睡的时候，对呀、啊，我姐姐要说梦话，然后我也要说。然后有一次在宿舍嘛，然后我们同学就说，我们在梦中就对话。旁边的阿姨在看我们直播。阿姨旁边是小姐姐。请问 XJY 你是谁？谢谢巧克力。对呀、啊，我们真的在梦中对话，但是他们没有录下来，因为我们好像就晚上就要说梦话，然后他们晚上还没睡嘛，然后就觉得很恐怖，然后我们还对话。哇，原来还对话了。对呀、啊。回家了，你睡觉跟你对话呀？在接吗？没有，他们就都已经习惯了。小学生不是啊，我们都读高中。请进。前辈。请。
对呀、啊，以前练过舞蹈。哦，谢飞飞，你叫什么前辈呢？谢飞飞，你是走错房间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们九岁就开始读了，小乔说对呀、然后读了五年。哪个阿姨看你们直播？不是，不是阿姨，是姐姐。说什么话呢？大前辈来了，谢谢巧克力。我们九岁开始上的那个学校，对呀、九岁，因为就是要招小一点的，然后要读很久，然后我们就是班上算小的了。中专，我们没有上完高三，我们只上了高一。其实，生日是十一月一日。我来看看这门秀天秀想干什么。但是我们是十月初八的生日，然后就不过十一月一日的。九岁上小学，我们是读完小学三年级，然后去的那个学校。我是2003年的，戴口罩的是肖文静前辈，他们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对，读的是艺术类的，对，妹妹有志，然后我就是妹妹。然后这里，我们读书这么少的吗？对呀、因为我们主要是学专业。谢谢巧克力，早。03的罗莉亚。好像是03，对，还有一个前辈比我们还小。嗨，晚上好。对，学舞蹈的。不是。谢谢巧克力。对呀、我们是03年的。谢谢巧克力。姐姐要出镜，姐姐一会儿就出镜，她还没回来。谢谢巧克力。我是小乔，对舞蹈专业。你好，我是那个大乔，国服大乔。我是妹妹。Yeah. 对呀、我们俩可以一起直播。你有螺丝刀吗？苏香，我有螺丝刀。苏香，我有螺丝刀。没有螺丝刀。对，大乔去上厕所了。一起啊，好。你来找我呀。我再去叫一下他。谢谢，我现在14岁，马上就要15岁了。你现在41，马上要51了。我马上要6一儿童节了。我都渐进节了。姐姐你好，我是那个国服大乔。我是书香在叫我耶。哇，你们一窝四川人。书香叫你弟弟。准备好。一窝人。那这个位置归我啦。说话语气像个小学生。没有吧，要懂礼貌，你们不懂。想打嗝。不能打嗝。好，可以多说说四川话吗？对呀、我们是单眼皮。对，你们想让我四川话说什么呀？姐姐要出现。不是，我们不穿一样的衣服，因为害怕大家分不出我们。你们以后也不要扎一样的头发。好。不算童工吧。谢谢，我们是四川成都的。团里年纪最小的，最小的是王梦圆前辈。我现在14岁，然后快满15岁了。我们中专。哎呀，你干嘛？谢谢。成都美女。对，以后公演都会上。明天不参加握手会。都喜欢。
前辈们都喜欢。你们上小学吗？没有啊，我们上中专。对呀，成都很好玩的，你们都可以来玩。好的，我用德回应你啦。好，你们就看久了，我们就会一眼认出的，因为我们班上的同学都看背影都可以认出我们。因为你比较高，妹姐姐比较矮，妹妹比较高。哪个阿姨在打嗝？小妹妹在打嗝，小妹妹不要打嗝，小妹妹。姐姐马上就回来了，旁边的阿姨好奇怪。屏幕怎么分啊？屏幕的话，你就看我的脸稍微要窄一点，然后我姐姐的稍微宽一点点，然后我稍微长一点，她稍微短一点。然后这个痣，没有，然后他长得比我就可爱点儿，然后眼睛比他大，我的眼睛。没有没有，姐姐脸不大，好吧，虽然我经常说我姐姐脸大，因为她这里有点宽，然后我就看她的时候就很近，然后觉得她脸好大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叫我姐姐大饼脸？姐姐大我2分钟。哇，你妈真的很速度啊，很速度啊。姐姐是，没有没有，但是姐姐比我可爱一点。对，我比姐姐高一点。我也想要吃你亲嘴上。可以，是吧？还有很多。我家一个，我不比姐姐好看，其实我姐姐长得比我漂亮一点。这还有差吗？有，就看久了以后。觉得没什么差呀，看了这么久。其实如果我就是顺产的话，我就是姐姐，但是我妈妈是剖腹产。我们是中泰预备生，对，中泰预备生，不要被前辈给亲了，已经被亲了，高级，我是没亲过你，不是吗？先舔一舔嘴，对，我差点就是姐姐了，都放弃，你们猜。X G Y 是徐佳莹前辈，好可爱啊。X G Y， 姐姐有些时候就是不是很让着我。爱和对呀、啊，我们很喜欢穿一样的。比出道时漂亮了，谢谢，谢谢。C D N C T N。啊 ，CDN， 郑丹妮前辈。哦。我姐姐马上就出来了。我们有心灵感应啊。你姐姐好像今天晚上吃完饭的我。小心，好的好的。其实那些前辈都很就是很亲切的。亲切。因为你们俩可爱才亲切。哼。对，就是这里有个痣。嗯，好爱。好的，姐姐掉厕所。对呀，谢谢玫瑰花，明天握手。哎，对呀，可惜我们不去。前几个月去上学了吗？对呀，我们就是回去参加那个毕业汇报，然后毕业了，然后就回来了。我好像开了美颜和磨皮，好可爱，都开了哎，好可爱。小郭在直播。对呀，总选没有去，总选的时候我们刚好在上学。对呀，我们是中专毕业。对，已经毕业了，会考，我们会考大学。会。广州的学校吗？就是还没有决定。
我们14岁，明年应该要参加总选，对，学舞蹈。哇，这还行，好的。回成都，因为害怕就是如果离广州远了，然后就不能两边兼顾。对，14岁中专毕业。他不会拼啊。我都已经跟他拼了。我们读书不是很早，因为我们就是读了两个幼儿园的大班。中专，我们是中专毕业。没有，因为我们跳了级的，因为要去那个学校，然后就要跳级。好。为啥没去？我也不知道。不是学霸，就是我们学校的那个文化课很简单。也挺远的，对。不啊，我怎么可能小学毕业？真的吗？哇，我好想看。应援色想要。真的吗？我想要粉红色的应援色。在成都。好。谢谢应援班，谢谢。我们怎么会呢？菲菲没有。粉红色，对呀，粉红色。怎么会像小学生？姐姐，我姐姐喜欢蓝色。谢谢应援棒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不小啦，王梦圆前辈比我们还小。你讲出这句话，我都觉得有点奇怪。都可以。情侣色，是情侣色。对啊，我们刚好就喜欢情侣色，刚好就喜欢上了情侣色。你们的队友现在能分清你们吗？就有些时候还不行。是中泰预备生，看着我比我们大。没有。王梦圆前辈是2003年的，直播啊，直播了27分钟，48秒了。48秒。旁边的是徐佳莹前辈。很精确的秒。好。谢谢。哦，对对，王梦圆前辈是2004年，04年。说错了。好，对，我是妹妹，叫什么？没有，今天没有去摸那只猫猫。谢谢，对呀，13岁的前辈，你好。感觉好专业。好，晚上好。不小啦。广州饮食习惯，你们有什么广州好吃的可以推荐给我哟？周瑜在哪里？早茶，我姐姐，马上我再叫一下她。姐姐。你不用化妆，你就出来打个口罩嘛。好可爱呀、啊！你们听到他说什么了吗？没得事，没得事。好可爱。姐姐，快点，你小声点。出来。吴佳音。嗯。有螺丝刀吗？有啊。借我一下嘛。嗨。啊，静静不是给你了吗？那个不合适。你要大的还是小的？大个。我只有小的。嗯。因为我们没有送你吗？我们买东西都会送的。然后送的就是小的。好啊，
就东方渊前辈就很会玩，就让你来看看能不能斗得上。然后就他经常出去，然后还吃好吃的，下次就和他一起。是那黄色的，不是我姐姐，她就是有点感冒了，然后她又没化妆。谢谢。其实前辈们人都很好。好，真的吗？习惯素颜，我就不习惯化妆，就化妆我们感觉有点奇怪。谢谢，我喜欢姐姐。好的，但是规定了要化妆才能直播。拜拜。对呀，是我们自己的房间，素颜好看。你看过我素颜吗？一定要小心左近人前辈。不行，谢谢姻缘帮，谢谢。好的，我姐姐，好的，我马上让她回来。你们，对呀，我和姐姐一起住。想你，想我姐姐吗？谢谢皇冠，谢谢。我把她带上。谢谢，谢谢。感冒就是好好休息。好的，千万别被前辈亲。可以亲前辈吗？我不敢去亲前辈。好的，多喝热水，谢谢。就是我妈妈还有我爸爸嘛，然后他们就给我带了很多药。看，咦，这个怎么调？调不起来，我不会调。前辈们都很照顾我们的，对，谢谢。好的，前辈好。大乔，快来，大乔。有，就是这里有一个阿姨，就是可以在她那里去。现在14岁。40岁。不用小心前辈的，其实。姐姐终于凑马桶了。阿姨旁边那个人，旁边的是前辈。好的，谢谢。跟谁住？我跟我姐姐住。姐姐回来会开直播吗？姐姐可能今天暂时不会开了，因为她有点感冒了。对呀，四川人前后那个鼻音都不分。好的。飘过去似的那个娘娘，感觉好像是成都的方言哎，就娘娘。我是四川成都的。对呀，有很多前辈都是我们的老乡。大乔还有几分钟到达战场，同框。我们会同框的，大乔马上就来了。好的，好的，记住了，秋雨前辈。好的。啊？不，他们让我记秋雨前辈跳舞。我以为秋雨前辈来了呢。没有没有，谢谢。14岁，看来很会吃辣。对呀，挺会的。就上次我们来完广州回去，我吃火锅觉得好辣呀，然后结果又把它练回来了。大乔不是王者荣耀里的吗？小乔也是。小家伙小哎，对呀。对，我们私下都说那个四川话。
可以用四川话读弹幕吗？但是你们听不懂怎么办呀？四川人害怕辣，就是来了广州吃太清淡，然后就感觉不会吃辣了，听得懂吗？好的，谢谢谢谢谢谢幸运曲奇，谢谢。听得懂，对，广州的食物挺甜的。好的，好的，晓得重庆前辈不？晓得，晓得一些。我在四川艺术职业学院上的学，吃辣要长啊！我这里都长了四颗了，这里看不到的。一二三四，好，对，一小本，如果在重庆就好了，在广州也好。我再去叫一下我姐姐。姐姐，姐姐，你快出来吧，姐姐。你上次家里你就不用做饭，我去帮你把你衣服拿过来。其实我和我姐姐吵架了。然后他一直不出来，我有点尴尬。菲菲阿姨是谁呀？哪个啊？就他说菲菲阿姨。是菲菲吗？嗨，是菲。对呀，大乔他和我吵架了。就是因为，就因为一些事情，然后给你们有点解释不清楚，因为我自己都没理顺，然后就吵起来了。肥肥娘娘，我姐姐叫梁娇，然后是大乔。你为什么每次讲姐姐名字都顿一下？没有，我有点忘记。好坏，好坏。我的痣长到右边吗？镜面直播。哦，这是镜面直播。明天就好了，对呀，我们吵架都不超过一天就好了。隔壁是谁？隔壁是徐佳莹前辈，他露了个手，谢谢菲菲，你也很可爱。对呀，我们小学三年级就去读了，14岁。嗨，晚上好。明天姐姐直播吗？要看姐姐嗓子好不好。直播会在她房间里说。对呀，有点严肃，因为有点紧张。嘿，算是吧。好。对，你们都有请。后面的墙，看不到哎。后面的墙不是我们贴的，就上一个房间的房主，好像是姐姐贴的。我们是中泰的预备生。好的。我读了高一，平时可以去找左左前辈吃大吃货。好的好的，我们住的有窗户，
休学吗？没有，我们毕业了。跳级，对，跳了级的。有穿好房子。是中专，不是初中。学习这么棒，不是很好，就是算中等偏上吧。住在几楼？可以告诉他们呗。住在八楼。前哪个喜欢前辈吗？就都喜欢，都挺喜欢的。喜欢我哦。好的。毕业，真的毕业啦，没有乱说，就我们是中专毕业。徐娘娘好猥琐。喜欢呀，喜欢可嘉前辈，旁边是徐佳音前辈，以后要考大学。对，我跟姐姐一起住。对，因为我们9岁进那个学校，然后呢读了5年。谢谢。准备去什么大学还没考虑好。我是学舞蹈专业的。对，还现在不会考大学。我们高中和中专是一起，就是高中初中，然后呢6年级是一起读的。嗨，晚上好。就书香和孝文静前辈就和我们不是一个学校的，但是和都是四川的艺术学校。这个娃娃很小的，你们发有些话都是感觉是四川的那个口音哎。好的。对，可以像张悦前辈那样学舞蹈专业吗？应该可以。四川成都的，真的可爱，谢谢。咋毛瓜味的？谢谢巧克力。还没等到姐姐吗？姐姐，就我再叫一下她吧。姐姐，你快出来！我帮你把衣服拿过来嘛，就和穿一样的。那你下次直播和我一起嘛？我姐姐她还是不出来，她下次直播和我一起。对呀，在厕所。嗨，嗨，哦，与死才老乡。不行，还是要叫姐姐。对呀，吵架了。谢谢巧克力，我现在还不读书，我过2年再那个。都喜欢。不啊，就我和我姐姐一个房间。真的吗？但是我爸爸和姑姑说我们就四川话不是很标准。谢谢巧克力。不是，因为厕所然后就有一个门，然后就可以锁在里面。锁在里面，哈哈。谢谢玫瑰花。你这话讲得好奇怪。不是，是我姐姐自己锁在里面。好的。嗨。我没有欺负姐姐，
对呀，姐姐生气了，就刚刚我就拿这个充电器的这个，然后就把那个门给撬开了。嗯，然后结果呢，我姐姐又把它关上了，然后我害怕把充电器给弄烂了，然后我就把它，就等它在里面吧。感冒了记得吃药，好。牛，对耶，撬锁不是，就它的锁是这样，然后里面有一个这样，然后就可以撬。对呀，我姐姐平时叫我妹妹。在一小学不是，是学跳舞。嗯，好。没有没有。我姐姐在厕所。我唱歌不是很好听。我不玩游戏，是没有，都住了两个星期了。姐姐不臭，我们厕所是香的。没有，姐姐自己锁在里面，没有没有来玩。没有，我是让你们区分我们的特点。但是虽然我姐姐的眼睛比我小，然后脸比我大一点，但她长得比我可爱一点，好像是因为她鼻梁比我高一点。谢谢巧克力。为什么和姐姐吵架？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还没有那个弄清楚，然后就吵了。我这里有一颗小痣，就如果你们就刚开始就看我这颗痣。前辈好，嗨。是谁？罗可嘉前辈。对，我和姐姐有什么不一样啊？就我比姐姐高一点，然后眼睛就稍微大一点点，然后呢脸稍微窄然后长一点，然后我姐姐脸稍微比我就这里然后大一点，然后呢稍微短一点，然后眼睛小一点，但是鼻梁比我高。罗可嘉前辈就是我们队的一个前辈，预备生队的前辈。双胞胎好像都是妹妹比姐姐高，而且都是妹妹有痣。很多人认错你们，会呀，会有很多人认错我们。没有，我姐姐的成绩比我好一点。没有，我感觉都是姐姐更漂亮一点。抖音吗？就是左边，好像是左边是我，然后右边是我姐姐。想姐姐了吗？长得一样，对呀。万一姐姐在看我直播，我姐姐好像在看直播，她就坐在厕所里。我们有心灵感应啊。没有啊，我姐姐长得也很，她姐姐长得比我漂亮一点。然后比我长得小一点。我下次把痣遮住啊，就这样。对呀，因为我姐姐她跟我吵架了，然后她就锁在厕所里，锁没有坏。其实遮住了还是看得出来。剪个发型，公演学的怎么样了？还可以呀、啊。吵架，想大乔吗？那我再去叫一遍。
姐姐，有人说想你，姐姐，不，你戴个口罩和墨镜怎么样？好嘛，那你明天直播吗？胡姐姐说她明天直播，她说她今天长得太丑了。对呀，双胞胎就是封面，然后就是我们俩。谢谢巧克力，姐姐会不会叫烦？不会。旁边是徐佳音前辈。姐姐，因为姐姐可能有点生气。谢谢。拜拜。再见。对，我是小乔，前辈再见。大乔，姐姐走了，不要想姐姐哦，拜拜。谢谢巧克力，谢谢。没有，我姐姐可能是坐在拖鞋上的。好的，好的。我们俩打架呀，就是比如说我比较生气一点，然后我就打他比较凶，然后我姐姐如果更生气，然后他就打我比较凶。生气坐地上，对啊，因为站久了或者蹲久了就很累，然后只有坐着，然后但是厕所又不能趴着或者躺着，然后就只能坐。谢谢巧克力，谢谢。我们吵架谁先服软吗？然后就是看，比如说谁就没有那么生气，或者觉得自己的就有点错，然后就会先主动承认。反正我们两个就吵架都不会超过一天。房间就现在就只剩我和我姐姐啦。除了预备生，有没有和哪个前辈接触吗？就都接触过呀，因为都见过。我后面骗子，吓死我了。对呀，没有，我们中专毕业啦。谢谢巧克力，谢谢。哎呀，我姐姐在那偷拍我。你咋子？快点，来，你把口罩给去，我不要生气。来，我给你拿。我姐姐出来了。没有，是四川话。妈妈对谁偏心啊？都是一样的。她在那儿给你们打招呼，记得过来点，姐姐。再往那边挪点。他在这里，因为他没换衣服也没化妆。姐姐不是害羞，因为他有点感冒，然后声音是哑的，然后他给你们比心。对，我们两个同一个房间。对呀，双胞胎也分姐妹。明天中元节吗？那我提前祝你们中元节快乐。中元节是四人节。哎呀，咱俩。不好意思。谢谢姻缘棒，谢谢。后面的是我姐姐。不热，我们开了空调。谢谢姻缘棒，谢谢。都喜欢呀，所有队都喜欢。对，四川的。不快乐，不快乐，不能说快乐。不快乐，不好意思，我说错了。谢谢音乐棒。谢谢音乐棒，谢谢。妹妹有多高？你们去看我们那个
的那个资料嘛。姐姐对呀、啊，姐姐可耐，谢谢巧克力，准备好，谢谢，那个准应该是准的吧，没有十四岁，对，再见，嗨，有没有去看过前辈们的公演？我都在那个哔哩哔哩上看。你在干嘛呀？你好小一坨呀、啊！你们看，前辈来了，他就躲在里面。你好小啊！前辈再见。会认错，但是他们就近距离看，我们就看得到我这颗痣。奇怪啊！虽然我们是四川的，但是我们不是必须要吃辣。是双胞胎，对。对 B 站，姐姐他不出来。对呀，小鞠前辈就是四川的。沈阳队也有对双胞胎，知道，就有对双胞胎前辈。我爸爸不准我去取痣。对，这房子好大。谢谢姻缘棒，谢谢。十四岁，还没变身，也不知道哎。谢谢。爸爸，对呀、啊，就是我爸爸妈妈，然后呢，姑姑，然后都会把我们的声音，然后呢，有些时候也要把我们认错。很长沙的生物，我们两个长得不是特别像吧？就是我们两个觉得我们长得不像。我是读舞蹈专业的，长得像梦瑶前辈吗？像吗？姐姐捏脚，你们看她的脚。不行，我现在不能唱歌，我其实唱得很难听，所以要再练一下，然后再跟你们唱。不，我们没有骗过爸爸妈妈。谢谢，姐姐不热，我们开了空调的。没有。不，因为他没有化妆，然后也没穿衣服，但是他想给你们打招呼，然后就在那里面。素颜更好看啊！你们看过我们那个了吗？好的，那我把它遮住。穿了衣服，穿的睡衣。怎么可能没穿衣服？这周要上公演，我们开了26度。海草舞像一颗海草。对，我们看过，但是不会。姐姐，我姐姐和我是双胞胎，都是四川的。他又说这叫暴起。双面偶像，我们可以学呀、啊。谢谢巧克力，谢谢。没有，不回去。现在还不是上全场，
上，我们这次就只上半场。姐姐看直播，对呀，姐姐在看我直播，想看我们跳夜蝶吗？姐，我可以拉苹果吗？你们生日公演，就我们生日公演，你们想看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什么？和好了？哎，对耶，我们和好了，我们俩和好了。哦，和我个色吧。你给他们说的。双生花吗？好的，好，禁忌的爱，7000多怪叔叔，嗨，你们好，有点感冒了，对，有点感冒，然后又吵了架。双生花，想跳什么就跳。以前不是很了解四八体系，我们不知道哎，我只是。18岁再跳夜蝶，好的。不，我们生日不是11月1日，我们是10月初8。我们出生是11月1日，我也不知道我妈妈看不看。对，对，我们是农历还是阴历哦？我们是农历。我对我们是农历。阳历。不是阳历吧？我也不知道哎。我再问一下我爸爸，我爸爸告诉过我，结果我们忘了。农历和阴历好像有区别。谢谢谢谢，有区别有区别。你们刷的有点快，我都看不清。哦，要满20场才能生日公演吗？哦，我以为我们可以生日公演，那就到时候再给你们跳嘛。谢谢谢谢。农历就是，他们说农历就是阳历。哎，那我们有点不清楚哎。阳那么多是阳历，不要乱说。问度娘，不是我爸爸给我说的。那么小的成员，还有前辈比我们小，我们是03年11月份的，是四川的方言。不行，身份证很丑。对呀，梅秀天比我们小，卢比要比我们小几个月。说川普，我说川普回答你们吗？没有啊，本部就是前辈，就王梦圆前辈还有卢比嘛，然后就比我们小。这个团就是那两个分团。就是我们那个，好的好的，对，我们是03年的，对呀，那你04年，那我就是你姐姐。好，本部指上海，好的好的好的，看起来我们最小嘛，对，最小的应该是，可以呀，可以叫我姐姐。对，看一下，就是有人说，对呀，就是10月初8。谢谢。走。走的。走了。哪个是你？
你不要说，你不能说，你不能暴走，你不能暴露你小号。谢谢姻缘棒，谢谢。可以啊，你们如果比我小就可以叫我姐姐。感觉都没有很多人叫我姐姐。又是啷个回事？还小号？不然用大号看直播吗？我想给你送礼物。我手机收音特别好，我手机收音特别好吗？想进哪个队啊？嗯，其实每个队都有每个队的好处。这我们啊，叫我爸爸，你叫我爸爸干啥？叫我妈妈还差不多，叫我爸爸。用的啥手机啊？用的苹果手机。喜欢哪个前辈吗？就都喜欢，念念前辈都很好。嗯，没有，徐佳音前辈已经走了，我在跟我姐姐说话。不知道，我们就争取一起升格，就要自己努力。见了谢磊磊前辈，对你踹的我好像，我姐姐好像传染我了。嗯，了解，现在都差不多很，就还可以，了解的还行。可以教你们说说四川话呀？你们想学什么？要关空调不？那我们先关一会儿。对，磊磊前辈是大前辈。总选直播看呀，我们看了总选直播。好的，谢谢。我们那个，我们有很多药。好。嗯，多喝热水。好的。我就给你解水吧。不，不用。会一起去一个队吗？不知道哎。现在住在中心啊。你们想学什么那个四川话？方法语。不行，不能骂脏话。用四川话自我介绍。嗯，大家好，我是娟姐，不听哎，来预备生两桥，大家可以喊我小桥，我是大小桥中的妹妹，然后吃这儿有颗痣的，你们听得懂吗？不正宗，不啥的，太不正宗，太不正宗了。用学的听得懂，对呀，对呀，姐姐没治。磊磊前辈，磊磊前辈看着很那个呀，很年轻啊。你们，我们今年总选，然后呢是在上学，所以没有来。然后我们是刚毕业，然后就来了。哦，对，然后我爸爸嘛，然后他们就跟我们说，就小时候嘛，然后我妈妈然后跟我们洗澡，然后就要在我们手上套一个红的绳子，因为有一次就一个人洗澡，然后洗了两次，然后另外一个人没洗，然后喂药的时候害怕喂错了，然后就给我们戴了一个手链，然后我这个痣是3岁的时候长出来的，然后才把那个链子取了。对呀，真的，
然后小时候我就考英语嘛，然后我小时候英语很好，然后就考了98分，然后我姐姐考了89分。然后昨天我们不是去游泳吗？然后我姐姐说她在心里叫我，她说妹妹快接过来，然后就转过让我转过去嘛。暑假，因为我有在一边趴着去，不是因为当时我们刚毕业，然后呢，然后公司没有人，然后都去上海了，然后我们等他们总选完就回来了。又刚锁那儿了。哦，然后我昨天游泳，然后我姐姐一直叫我，然后我就真的转过去了，然后呢，我姐就说这是心灵感应。不啊，不会，就是我姐姐从小学习比我好，然后呢，但是我感觉，她说我现在逆袭了。就不是98、89，那还考89，没有，但是他真的比我好。没有，这是以后在广州上学吗？还没有那个决定。一个像爸爸，对啊，就是我爸爸，然后我姐姐就像我爸爸的脸，然后我就像我妈妈的脸。是红绳。对啊，然后还有一次就是我就考试嘛，然后有道题不会，然后我就一直说，我就在心里念，我说姐是好多是好多，然后我就说是多少，然后呢我就求我姐姐可以告诉我，但是考试又不能作弊嘛，然后呢结果后来然后快要交卷，然后我心里突然冒出那个答案，然后结果呢就感觉是我姐姐告诉我的，她因为她当时我下来就在问她，然后我说。哎，姐姐，我刚就感觉你和我的心灵感应。她说，哎，这道题我刚好想告诉你选 B， 然后我说，哎，我真的想告诉你。然后呢，结果你就选了。对呀，然后我们有一次语文考试的作文题嘛，然后我们就是一样的，然后老师以为我们作弊，然后先走几。对呀，然后呢，结果这就是教室嘛，然后我姐姐坐在这儿，然后我坐在这儿，然后就隔了很远很远，然后后来老师就去看我们考试的座位，然后才觉得我们没有作弊。对呀，真的很神奇。但是就是作文的题目是一样的，但是内容应该不是很像，但是题目是一样的。对，因为经历一样，但是老师就认为我们作弊。哎，你老无聊。对呀，为什么我长得比姐姐高啊？就是好像，好像就是因为我羊水吸的比较多。你掐自己一下，这肯定没概念好。假如我现在掐，彤彤，彤彤，他说他有一点哎，他说他有一点。不疼痛吧？不疼。然后，就有些时候我姐姐感冒了，然后我也会感冒。我姐姐感冒了。你有在给我直播？这悄悄话说的很大声吗？那怎么办？我有好高。你去看我们那个微信公众号的个人资料嘛。谢谢，我姐姐她没化妆，而且她没换衣服，那你再来打个招呼。嗨。谢谢。她。给他戴一个眼镜，你不要瞪他鼻孔。素颜不行，不能素颜直播。来嘛。嗨，你过来打招呼。他说他太丑了。
又回一发，又回一发。就是我这里有颗痣，就这里，就很大一颗。感觉姐姐很皮，对呀，当然要有偶像包袱。他又没演的嘛，他还被打脸上，没得事的。你进来就光，马上马上，你先。我皮还是姐姐皮，都挺皮的，其实。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吗？我画了眼影、眼线，还有眼线，然后还有眉毛，然后还有腮红，然后鼻影，然后还有嘴巴。过来。他妈！哎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被谁舞到了？你们看到我姐姐了吗？不行，很惨。等姐姐准备好了，直播也不迟。你不要这样子啊，不好看。姐姐点痣，她截图了。不要截图。谢谢，谁教我们化妆啊？就要看网上的视频。前辈也素颜，你们肯定骗我。26号就有一场公演，大家可以来看。26号。对，看一下，翻了你的牌，好感动。哎呦，哇！我腿差点掉下去，我吓死了。现在能唱几首歌，等你们公演的时候去看嘛，就知道啦。我没有翻牌啊，我们不能翻牌。骗子。又逆特啊，还不行。26号，真的吗？那我提前祝你生日快乐。感觉学舞蹈难吗？还可以吧。晚上好，嗨。六打字。都喜欢呀，都喜欢。谢谢巧克力。舞蹈和广播体操肯定是舞蹈难啊，怎么可能广播体操？真的吗？那我们静静等他破10000好吗？进团不是要休学一年吗？我们毕业了，我们中专毕业。怎么会？团里的其他前辈也很萝莉啊，然后他们都很亲切。怎么可能是老菜皮？啊，前辈好，前辈。左左前辈，左左前辈，前辈好。好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前辈来查房，好乖呀！谢谢前辈，谢谢。对呀，前辈都超可爱的。他们还会叫前辈娘娘，不行，不能叫前辈。感觉有我们就是很多前辈的女儿。好的。
谢谢，谢谢巧克力，谢谢。不行，前辈还年轻，不能叫他娘娘。你要来吗？不行，我长得太丑。你涂了嘴巴了？但是对我脸很丑。你把眼罩戴起。不是，我戴上眼就是跟度假。但是你都涂了口红了。不行不行不行。伸出，谢谢巧克力。跟他们聊天，不要看。那你过来，谢谢玫瑰。我时不时的就过来。姐姐有偶像包袱，他不是说你有偶像包袱。他就在那儿做猪鼻子。是成都的，我14岁了。双胞胎可以整蛊别人，对呀、有些人就看了我们就说哇双胞胎。谢谢。比我大2岁。有前辈认错吗？有啊。经常前辈认错，但等我们再跟他们就熟悉了以后，然后他们就不会认错了。多大？14岁。公演可以轮流上啊。其实我们两个唱歌我们两个跳舞就不是很像。跳得好一点。没有啊。我今年15岁，现在14岁。粉打厚一点。我旁边是我姐�姐。对，03年的。对，但是我不过11月1日的生日，我们过农历的10月初8。用粉。对呀，农历双面偶像这首歌很适合我们。对啊，还有人说双生花和荷叶蝶是天蝎座的。双生花，对。夜蝶不行，好像夜蝶很性感。我看过啊，就是很性感嘛。妈妈不准。好，那就等我们成年吧。动起来更好看。还有4年，对呀。我还有4年就成年了耶。哇哦。还有3年。还有3年半就要成年了。对呀，头发很长。对呀。侧面真好看，谢谢谢谢巧克力。快呀。对呀，4年我就要成年了哎。快成年了。谢谢巧克力，谢谢。好的，对呀，大乔在我旁边。你可以来呀。你把眼罩戴起，保护头发。好的。看一下姐姐，过来呀、过来噻。讨厌的眼睛。来嘛。我讨厌笑，我笑场脸很丑。哎，你把这个灯给关了，不行要打开。刚刚一直是关起来。刚是打开的。刚是关起来。你好，一起看呀，
过来。你说我长得有点丑。好看的，看到眼角了。中考，我们没有中考，我们就是毕业了。对，我们住在一起的。这就是不愿意，我愿意，他愿意过来。他们说你包袱太重，我有点紧张。你有偶像包袱吗？马上马上。他好黑呀、啊！姐姐叫梁娇。光线问题，对呀。我们长得好不像啊。妆前妆，哎，真的耶！那我就是化妆前，他是化妆后。一万了吗？嗨，一万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没有，我是妹妹。对呀。嗨，你好。妈咪，你摆个 pose， 我给你截图。为啥子嘞？你是漂亮。不行，眼睛太小了。没关系，你摆一个嘛，你摆个好看的。不行，好丑哦。你摆一个嘛，你手机摆了，你这。嗯。快，妈咪，你快。不要害羞，自信点儿。我不想笑，我笑。看着我比小乔的眼睛小一点吗？没有，其实我不是瞪眼睛，因为眼睛太小了，然后就想把它张大一点。日系妆容吗？那我到时候下去查一下。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画的。不行，你不要呀。我给你给他们看一下。谢谢。不是，都是很小的眼睛。是中泰预备生。有卷子。看我、啊，谢谢玫瑰。对，双胞胎，对呀，单眼皮。但是我是内双，就看，就有一点，这样就有一点那个。不不，你的不明显。对呀，姐姐声音，对呀，就是我的声音要比姐姐粗。陈贵君前辈也是双胞胎吗？怎么可能啊？对，但是有些时候普通话和四川话就说多了，然后就换不过来了。谢谢巧克力。有啊，有美颜功能，但是没有瘦脸。杨可露前辈也是双胞胎吗？哇哦！你算骗人呀！好的。龙一瑞前辈也是双胞胎吗？怎么这么多双胞胎？但是那些前辈的另外一个姐妹都没有进团。那些前辈说我们是在你的好好的，别信这伙人。刘娇刘娜前辈是知道，我们看过那些前辈直播。他们骗我们吗？骗子，你们骗我们。有点宝光，哇，好白哟、哦！这个光显得好白呀、啊！哇，就这样就这样的，像仙女一样。哎，不行，太曝光。谢磊磊，谢飞飞，他们不是前辈，不是那个什么双胞胎，没有，磊磊前辈是。那个前辈嘛，然后菲菲是和我是同辈，左嘉欣和左金元前辈他们不是双胞胎，周总是双胞胎，周总不是双胞胎，我们是五七生。14岁，对呀，上高中。你说
左家亲前辈和左心是左静人前辈和那个唐一家，哎，不是，左心是。没有，我们都毕业了。关键他们左心。现在一共不就五期吗？你们想套路我？我们是2003年的。你们不要再骗我了，我不会相信。问你两下。对，我们是成都的。上海11期吗？我们也不知道，好像是。你们别骗我了，我知道有那个，太曝光了。嗨，晚上好。不可能，你们绝对骗我。这样子写的白一点。不行，太曝光了。不对。这样子，我给你。我们都喜欢呀，前辈。谢谢玫瑰花。对啊，前辈的人们都很好，前辈们的人都很好。前辈人很好。梁婉玲前辈和梁可前辈跟我们是同姓氏的。对呀，我们头发很长。梁是假笑，所以我是假笑。对呀，我是假笑女孩。你说假笑男孩去成都了，假笑女孩来广州了。哎，真的耶，这不好看，真的不好看。晚上好，这样子好看。晚上一般几点睡呀？就每天都不一样。不行，这样子太黑了。对呀，00后，我们有心灵感应。对呀，第一次直播很紧张。对，我们两个一起住。但我现在不是很紧张了。对，我们属羊。好的。打算播到几点？播到11点吧。旁边是我姐姐。都喜欢，好的，都了解。小猫不是，是上一个那个住在这里的姐姐或者前辈贴的，然后就刚好很符合。14岁了，不行，再曝光了，不好看，关掉。不行，这样子不成了，这样现在太黑了。要不把你拉动来，走起。这样子。不行，就不太好了。哎，这样。可以。啊，可以。那太曝光了，这儿。直播到天亮的，怎么可能直播到天亮？姐姐好暖。对，有很多前辈喜欢捏我们脸，就好像挺软的，就他的脸就这样，你急了，他这样，然后就很软。我们直接说方言吗？就回复你们吗？就害怕你们听不懂。对，胶原蛋白。不是我爸爸的。但是我爸爸的也有胶原蛋白。准备好。谢谢玫瑰。哇，好官方，你怎么不让他入镜啊？因为他没化妆。啊？
我只说了嘴巴。谢谢巧克力，谢谢。王梦圆前辈来了，前辈打个招呼。啊，你好，哈哈哈。素颜就好，但是要化妆。化妆还是要漂亮。偶像包袱，你们说什么呢？让别人新人刚开直播，就让他们素颜上镜。前辈，你感冒了吗？嗯，我感冒了。前辈，我这有药。没事，我抵抗力很强的。我们对呀、啊，我们是两个人，看得像一个人吗？看得像一个人，是挺像的。素颜比化妆好看，因为化妆的技术还有点差。前辈不是老菜皮。他还老菜皮，还呵呵，多大人啊，叫我老菜皮。素颜好看，真的吗？谢谢玫瑰，谢谢。我都没笑，说我笑不痴汉，我爆笑了，兄弟，那真的牛批。谢谢巧克力，我是妹妹，很多人都把我看成姐姐，因为我比我姐姐长得要成熟一点，然后呢，声音也比她沉稳点，然后比较高一点。其实我皮肤不好，我长了四颗痘。那你们看不见。啊，谁？我比他们小。对呀、啊，王梦圆前辈比我们还小。哦，我真的13岁啊，我好苦啊。我揪不出来，哎呦，你谁呀？我揪不出来，呵呵，我素颜大哥。对呀、啊。我怎么出来？房间好可爱，谢谢。我们本来很喜欢粉红色嘛，然后就刚好分到一个粉红色的那个窗帘。不用的。当机要好看一点。我给你调成一个绿色的。我跟王梦竹是谁？不是双胞胎。怎么不说我跟小幻双胞胎，我都惊了，居然我怎么跟他是不行，这样子不好看。这样子。对呀、啊，隔壁是姐姐，你在楼呀。不行，你也得太像了。哇，算了，我就不该讲话。天哪。对呀、啊，王梦圆前辈很高。姐好可爱，姐再弄一下头发。感觉因为我擦了粉啊。所以姐姐黑一点，但是我本来也比你对，但是我卸了妆也比姐姐白一点。你说，因为你军训时间比我少一点。对呀、啊，我们是双胞胎呀、啊。嗯。头发对、啊，我们班上以前有个同学，然后他头发就在他的脚踝。骗子。你没有骗我们，没有那么多双胞胎。没有那么多双胞胎。对吧？不会不方便聊天？怎么可能？不影响，一点也不影响。乔两首字直播。嗯。他们不是双胞胎。我走了。再见。再见。不会有代沟？跟谁呀、啊？我。怎么会有代沟？我们年龄都差不多。谢谢。对呀、啊，王娘娘留了，但是那不是王娘娘，她是王妹妹。我们房间还有啊，就我和我姐姐。谢谢玫瑰，不会和前辈有代沟啊。大乔，好，大乔很腼腆吗？大乔不腼腆。谢谢巧克力。对啊，前辈都走了。我喜欢粉红色，然后我姐姐喜欢蓝色。和雷雷前辈呀、啊，就是不是很熟吧？因为和预备生的前辈比较熟一点。明天曝光了。这样子好看。
对呀、啊，露比去上学了。我14岁。对呀、啊，但是蕾蕾前辈真的长得好漂亮，然后其他前辈也真的长得很漂亮。对呀、啊，露比比我们小。姐姐，你明天开吗？我姐姐说她明天开直播。你不要脸，我不开。明天不能去照相的吗？你刚就打的光。不会呀、啊，我眼睛已经麻了。我眼睛现在已经绿了。我们两个刚就因为明天去不去照相原因，然后我们两个就吵架了。对。郑丹妮前辈吗？对。我们多高啊？你可以去看我们那个官方的那个资料。我们很迷你的。我们是迷你号的小偶像。大乔没化妆。对呀、啊，得长高一点。怎么可能没比1.55米高，也比1.5米高，有1.56米啊，肯定有啊。明天如果你要上班，记得早一点睡觉哦。知道啊，闹闹前辈。官方资料都是不准的，1.6米以下，1.55米以上。啥做懒懒吧，他那个。没有，其实我差不多都快1.6米了。他都长高了哦。好的。但是我们怎么敢去套路前辈？谢谢。几月？11月的。上次碧瑞仙前辈在电梯里都给了我们一个零食。没有，还要高一点。我们都了解了，我们知道。对呀、啊，王梦圆前辈很高。对呀、啊，就是一般双胞胎都是妹妹比姐姐要高一点，这样子显得脸小。我们身高，我比我姐姐高一点。我比我姐姐高一点，讲方言吗？就比如说，你们让我们讲一句话嘛。那我再用四川话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。嗯，你要说正常一点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四川成都的梁乔，是预备生队的，大家可以喊我小乔，然后我是妹妹。这儿有一颗痣，然后今年14岁，马上就要15了。可以啊，我明天可以和我姐姐一起直播。哎，我只介绍了两遍。姐姐，明天你们上学要专心啊。那马上就要开学了，这是一个噩梦。对，马上就要迎接一个噩梦，就是开学。但是我们不用上学，我们已经毕业了，不用啊，我们已经中专毕业了。谢谢玫瑰，对，毕业，怎么可能小学毕业？不继续上学，过两年就直接考大学。小乔一直是我的外号吗？不是，我们以前班上同学都叫我们双双，就还双双，因为我们两个双胞胎。然后呢，小乔，因为我是小的，然后我叫小乔。然后我姐姐的字里面也带一个乔，然后她就叫大乔。对呀，中专毕业，大双小双，对呀。是不到对。对，是。是。小幼幼，小幼大幼，上幼儿园不知道哎。
我们上了两个幼儿园大班。没有我们，因为我们跳了级。谢谢玫瑰。好啦，爷爷经过这个灯。行，要不你背哪个呀？还上学吗？以后要考大学。好的。对呀，不是学霸。对，四双号是含双胞胎，都是大双小双。没有，因为我们要必须跳级。谢谢巧克力。舞蹈专业，对，对，就是学舞蹈专业的，差不多吧。11点了，啊，我该关直播了。我也喜欢洪静文前辈，好，拜拜，明天见哦。快吃吃，你眼睛好小哦。我不怎么样。拜拜，早点休息哦，你们。妈妈，我截一个图。我咋截图嘞？你截图咋子？你咋子？哎，不用截图了。哎，不行。拜拜，明天我姐姐可能会直播。你一定会直播的。拜拜。拜拜。